警察局也好。喂，警察，我好像被绑架了。小姐，请你先冷静。那你现在哪里？我现在在一个铁皮屋里面。请问有人伤害你吗？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拜托你赶快来救我。你不知道这样打恶作剧会造成我们的困扰。我没有在恶作剧，我没有。赶快来救我，拜托。你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找你啊，恶作剧是要负责的。不是，我真的被绑架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拜托拜托来救我。请问你从哪里拿到手机的？我在地上捡到的。所以有人绑架你之后，然后又给你手机来报警吗？可是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拜托救救来救我。我们没有办法每天都接这种电话，不好意思。没有的。
啊，凯哥是你啦，我该当甲你拜托一下，你莫搁卡的好无？我昨天已经失踪一礼拜了。我真的是你女儿啦。我即马心情做我阵呢。我该当甲你拜托一下较好心的，莫搁卡来的好无？喂，喂，妈妈，救我！我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好黑啊！妈妈，救我！他还打我！喂，妈妈，妈妈，喂，快来救我！我，小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这是诈骗电话，拜托，求求你。喂，依琳你好。哦，喂喂喂，我被绑架了。小姐你在哪里？我在一个铁皮屋里面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哪里。那你先告诉我你的名字好不好？陈艺兴。陈艺兴，你父亲是陈长忠吗？对对对对对。陈小姐，请你描述一下你现在所在地方或是特征好吗？我有个看那个很大的铁卷门，然后灯光很暗，然后没有什么附近没有什么声音。还记得？喂？都没人相信你的感觉还不错吧？你是谁？你还记得相信过你的人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这个房间已经待了七天了。你就是那个绑架我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绑架我？做过什么事情你自己最清楚。你要钱吗？我可以给你啊。钱？是你的钱吗？你在说什么啊？2013年4月14日，记得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黄富雄，记得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2013年4月10日，一名老先生黄富雄，因为接到一通诈骗电话，说儿子被绑架要付20万，老先生急着出门，在前往会贤路上被车撞死了。他是我父亲，我费了2年，你告诉我你不记得他？你那一通诈骗电话让他断送了生命，你现在却告诉我你不记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你知道，你不知道。我你会知道那种痛苦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拜托求求你把我放掉，拜托拜托拜托求求你，我真的很对不起，拜托你把我放出去，拜托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只要你把我放掉，我不会跟警察说你是谁，拜托求求你把我放掉。警察是找不到这里的。喂，陈小姐吗？警察吗？对对，我们已经找到你的位置了，请你保持通话。好，拜托你们快一点。
请你不要挂电话，确保你安全。小姐，你还在吗？好，谢谢。没关系，小姐，我们快到了。谢谢你们。小姐。